款的这个摊位，邀请大家可以一起的来参与。好的，再一次邀请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拿出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聚焦场内，欢迎 Dragon Beauty 小龙女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掌声欢迎。非常漂亮非常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那么现在小龙女呢也准备要移动到一三垒的应援舞台来跟大家见面啦，所以持续借用大家的热情来给我们小龙女，给我们龙将最大的肯定。再一次借用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多慧。
离开，抬你走，抬你走 ，Yeah。OK。感谢 Aqua Mary 带来的精彩表演。